看一次吧，看看。那我一定要三姐妹了。先选。进行我们嘉义市港坪沙滩球场植栽美化启用仪式，我们掌声欢迎大家。非常感谢然后事务处里面啊给港坪国小的幼童军们有这一次的机会啊，港坪幼童从没有到有，谢谢三位林家姐妹，真的真的好，来刘口号三姐妹来哦，好，来来我们的口号哦，你们的好，港坪幼童军永不掉线，我们爱你，救命！对，非常好，非常感谢。那今天因为嘉义市的百年棒球场整建，这些的草皮跟树，好不容易移到我们港坪这个文忠二的这个校区里面，啊，已经都铺设好。当初沙滩这边都是很脏乱的。那也感谢哈、哦，建安张董他们哈、哦，把我们都铺设的非常干净，而且对面有对面的七棵大树都已经植完了，哎啊，等一下我们会留一个小树在这边让市长来做，啊，听说是无偿的，哇，对不对？哎，非常感谢，哎，建安董事长。请我们的市长还有董事长跟陈议员把我们的紫草皮拿起来，然后向后转，我们要准备紫草。好，大家请向后转，等一下请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开始种紫草皮哦，我们等数到三哦。好，各位来宾都拿好了吗？仪式哦，好，预备，数到三，预备，开始，一、二、三，鼓掌。来，三姐妹，